我说咱俩第一次认识什么时候啊？那还活走了？啊，对，是横走了呀。忘了。我忘了通过什么时候。时间太久远了吧。啊，忘了是吗？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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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转，转。 还是家乡东城风的区域，这把是三排，队友是刘洋和师兄，也是好长时间没在一起玩了。这一局咱们也是拿了一把新出的枪，叫做 T03， 打的是最贵的子弹，DVC12，这把枪除了射速慢，感觉没别的毛病，建议新手玩家可以玩一玩。开局咱们佛在了仓库，准备直接去旅馆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我都没跟你们去抢旅馆，你他哥的！我再帮你架，我再帮你架这上面，别他妈老打我呀！ 师兄也是直接去抢马厩了，咱们搁这边给他架枪。有人，他那边说有人，我这边听到一个声纹。老师来玩家了，看到了，打掉一个，打掉一个，打掉一个，打中三枪直接秒掉一个，应该还有队友，感觉不再想往前面去了，然后咱们去帮刘洋去打旅馆。玩家，玩家，玩家，保护你！看到了，二楼。上面还有，上面还有。 死了，马厩有个六的，师兄直接传来喜报，他被老六给六死了，全在咱们的意料之中。然后咱们准备跟刘洋一起去攻旅馆。那边有一个声纹，不确定是玩家还是鸡哥，咱们准备直接进。对面后边，刚进来就被打了，好像给我打死，小子跳过去了，楼上还有一个，好几个，被刘洋直接秒掉了，牛逼！二楼还一个。 等我打上状态，我他妈给我打熄，给我打熄红。这时候听到那小子丢了个震爆弹之后，直接去跑201了。咱们直接去201抓他。开门，没人啊。开了一圈点也是没有发现敌人，然后这小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我就决定去后边舔包了。 跑来之后也是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，感觉没有人，但是害怕有老六，我也是打的比较猥琐。过来准备吃波信息，有人，听到那边响枪了，有玩家，跳一下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人。我这边包被舔了。哎，杨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认识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发现包被舔了，看到前面有一个人搁那跳的过程中。 听到声纹了，那他妈可太疼了！加一下鱼瞄点，直接拿下一个，跳的时候发现石头上还有一个，那还活走了。啊，对，是横走了呀。忘了。我忘了通过什么时候。时间太久远了。我这时候子弹没有多少了，只能拿刀干他了，唰唰唰唰，没刀着，刀着一刀，接着追他，唰唰啊！ 妈的！这时候应该是没有人了，赶紧打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叫刘洋过来帮忙。搁那个哪？那个古小屋那边的，古小屋，那个仓库那边，应该是两个人。我去排这边，你去排那边就行了。我也是直接给他叫过来，害怕还有独狼。这边我是一共是杀了三个人，应该是少一个。仓库那块有一个。听话，咱别。 过来，让他给咱们站岗，咱们先把包炫了。这边也不是很肥，一把 P5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这包炫完了，换个包。有人的，有人的。我操！我操！我耳朵啥事情没人了，这一次买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啊！我兄弟找到了啊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还去视频频道，我还去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是有钱啊！ 啊，我装备可定格了，那小子居然没走，想不通，他把我宰了，他应该是回去了，应该已经起飞了，已经。记是那九，记是那九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边就比较肥了，是杀掉师兄那个玩家。这边的话就比较穷了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有一把 P 杀，然后捡完东西直接去找刘洋撤离。啊，逮到了，死了吗？那个六子了，他在后面，他在后面。 在哪？没死，没死，没死。有事吗？这时候刘洋爆点了，说撤离点有老六，露了条腿，没有给他打死，咱们直接拿雷过去找他打。他搁石头那边吗？我
直接疯狂拿雷拍点，咱们的雷很多。我来了，听到他，听到他，往后边上面跑了，死了。啊、哦，死一个，还有一个，直接盲射点掉一个，石头上面，后边还有一个。完了，我操！完了，直接被补了。这队友被打掉了，上面还有一个。我打他好多枪，但是没什么卵用。这就是一开始去扛那个逼。直接打掉，但是倒地的应该还有队友。这就是一开始跑的那个逼，我打他好残。直接拿来给他补掉，他的队友不知道在哪个方向，大概是在栅栏那边。还有人，我操！我这边也是想找他的位置，但是找不到。看了一下也是没有看到人，咱们往前面拉一手。丢摔炮探点。这时候看到一个声纹，炸了，跑到小房子那边去了。这小子打的也是比较怂，直接拿手雷压着打。应该是过那个小房子了，往前面压。过来之后声纹直接消失了，指不定搁哪当伏地魔呢，前面都是草丛。这时候听到蹭草声了，前面离我很近，但是看不到他的位置。妈的，就在这时候发现后边扔手雷了，兄弟后边有人，看他趴着了，伏地魔秒掉。前面还有一个，看他了，直接拿下四杀。帅，我靠了，这一波太大了，这一波。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，他说搁那送祝福呢，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反正就是直播间没了当时，然后我这边也是赶紧整理装备，然后撤离。这一把也是没有什么小背包，所以说套包不太好套，然后就简单拿点值钱东西，然后就撤离了。然后过来拿了一下他的装备，但是感觉装不太下去了，把 MP 叉拆掉，他这把 P5 不值钱，然后简单拿点，咱们直接撤离了。